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二日公视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16例本土病例，台北市9例上侪。指挥中心嘛讲，12岁到18岁青少年会予因注 BNT 疫苗。中国河南的气候反常，下大雨做大水，伫叶州直播瓦放气，海水倒灌，水冲入去直温，灾情严重。昨晚9点，世界第一好猎人美国的贝佐斯坐太空船成功完成太空旅行。新闻接下来看，咱过来今仔先增加16例本土病例，台北市有9例，上济桃园市有5例，新北市有2例，有9个境外病例，其中有6个是偷渡的，被海巡抓到的。嘛，今仔有5个人死亡哦。目前咱过来已经500多人有注预防针了，疫苗的注射率超过23%。那么来听指挥中心的下播上最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16名，那境外移入有9名，死亡个案有5名。那居住的县市还是台北市9名，桃园市5名，新北市2名。那这9例的是因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犯罪集团偷渡哈，然后被那个海巡哈拦截。好，那有里面被验出了有那一批里面有6名，好，有6名。到目前为止，累计接种567,453人次。那 COVID-19 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是23.5%，那祭祀人口比是24.16%。昨天疫苗接种后不良事件的通报，总共通报了120件，那其中非严重的不良事件有68件。死亡10件，还有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有42件。那这10件的死亡里面有6件是 A D， 那4件是 Moderna。目前国内疫情稳定哦，立达以后有机会对三级警戒降级。也毋过专家指出，最近大多数拢是家庭的小话，为着病人嘛拢较少人，20岁到39岁较真正是接40%。指挥中心强调讲，会来加强青年族群的防治，嘛望讲，予少年人会使赶紧注射疫苗。另外，12岁到18岁青少年哦，卖予因来注 BNT 疫苗。新冠本土疫情即卖有较缓和，毋过最近的疫情是以家庭小为主，而且年龄层有较降低，包括百货公司的专柜小姐、加站维修电影院的员工，还有健身房的查甫教练等等，因拢确诊新冠肺炎。20岁至39岁少年人确诊的比率，为今年5月份的15%，最近一礼拜也降到42%。年轻人增加的话，我们可以预期他的重症死亡的比例会降低。啊，当然那个，年轻人活动力强，他传染病毒的能力会比较强一点，这个是值得忧虑的地方。医师表示，少年人若是染病，大部分拢是轻症，可能甲病毒会互引导的人，而且老人还佫有囡仔，是高风险的族群。指挥中心表示，已经请地方政府把防治的重点纳入青年族群，亲像鼓励有疑似症状的人都要去医生看，还有做采检，也会加速注疫苗的速度，开放较低年龄层，包括把12岁至18岁青少年来做 BNT 疫苗注射的对象。他在美国已经做完临床试验，他在12到18岁已经打了一批人，而且确定他的安全性跟抗体产生都没问题。跟成年人差不多，那他大概就利用这些资料呢，来国内申请说他在台湾也要扩充到12岁。那国产高端疫苗已经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的审查，而且批准专案制作。指挥中心最近会由专家来开会，讨论高端疫苗注射的对象，还有两谈敢有开放注无共牌注等等的问题。若有顺利通过，高端疫苗嘛有机会会当加做疫苗医药平台的选项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要注意哦，市面上有假的武汉肺炎的快筛试剂，高雄地检署查到一间药厂生产八万多剂假的快筛试剂，市价差不多200多万哦，实在是真恶心。快筛试剂装箱放伫工厂内底，但这拢是恶心的业者，冒用委托台江的药商三育科技的名，制造并假造是合法的快筛试剂。高雄地检署接到通报了后，14号巡线到业者的公司搜查，并通知51岁蔡姓副总到案说明。5月间疫情爆发之际，发现市场需求大增，有利可图，竟未经卫福部核准，违反契约，冒用合法公司名义，未贴标签，来私自生产快筛试剂。业者事后捞到部分快筛试剂的产品，假作是合法的快筛试剂。一次剂每剂189块不等，配件包每包300块不等，
对公司行号病院甲药局来卖，初股不法所得超过200万。涉案公司的蔡姓副总，业经高雄市调查处已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第61条，移送本署侦办。国内疫情也未完全控制，快筛试剂需求无减，乌心的业者未假，而且身份不明的试剂可能对民众的健康造成伤害。地检署提醒，若发现乌心也是假的试剂伫卖，会当向检调警方也是卫生单位检举，共同维护防疫的安全。记者陈焕武、民交馆高雄报道。国际新闻来看，7月11日，英国维珍银河的创办人布兰森成功来完成人类第一座的太空旅行。早上9点哦，世界第一好野人美国的贝佐斯嘛坐太空船成功来完成伊的太空旅行。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公司火箭的动力是使用哈勃无量的能源，甲维珍银河的太空旅行比起来，算是较环保。世界上好嘢，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太空梦特别实现。伊20特别为德州一家的太空旅行公司，那些起源的新夏普特号飞进升空，参与载人太空之旅。同行的包括家己的亲兄弟马克贝佐斯82岁女飞行员芬克，甲18岁物理系学生戴蒙。We're ready. The vehicle's ready. This team is amazing. I feel very good about it, and I think my fellow crewmates feel good about it too. 贝佐斯的出发地比太空旅行竞争对手维珍银河创办人布兰森晚高一，虽然目标拢是体验3-4分钟的无动力状态，行程规格无同。布兰森的统计和太空飞行器带旅客去到离地表88公里的大气层甲宇宙交界边缘，那些起源的无加速太空船是会超过地表100公里，横跨做宇宙起点的卡门线，佮以跑步线回归地球，降落伫德州抓步。太空旅行时代来临，珍贵的环境成本形成困扰。维珍银河将布莱森送上太空短短几分钟，制作出相当伦敦到纽约商务舱机票的排碳量。全地球承受。维珍银河的目标是今年太空飞行400次。公司透过声明表示，会尽力补偿排碳甲供应链碳卡价。贝佐斯的纳什器官使用对地气港会当重复使用的新夏普特火箭太空船使用液态氢甲液态氧燃料，烧了后即个产生水蒸气，强调造成的臭氧损失比维珍银河少100倍。不过生产液态氢甲液态氧也爱了真侪电力，毋是全部环保。第三回太空投人马克思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拉行高火火箭就太空一座的排碳量等于395次跨大西洋飞行，在极端气候侵蚀即马拢是地球无法度承受，更加强调无污染的技术是后一阶段太空发展所需要的。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利。昨天7月20日是阿波罗11号太空船第52当前登陆月球的日子。美国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伊嘛选择昨完成伊的太空旅行。咱今仔日邀请过来晋江火箭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韦世钦，来为咱分析美国的纳什起源，甲英国的维珍银河这两间公司伫太空船的技术甲设计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世钦你好哦。嘿、hey, ，你好。咱昨下昨，咱昨下有看到贝佐斯。咱昨下有看到贝佐斯上太空嘛？因这太空船甲之前维珍银河的太空船看起来是真无共款。你敢会使帮咱的观众朋友来解说一下有啥无共款的所在？嘿，上大无共款就是维珍银河，伊是用加拿大林格方式去太空，啊，伊是布林格加装火箭的推进器，啊，用火箭推去太空，啊，那是昨下的。蓝色起源是用火箭的方式啊飞去太空，所以除了火箭哦，其实因内底的设计嘛是真无同款。那像会当看到地球的迄个空间，其实有无同款的设计嘛吼？嘿，是啊，维珍银河伊是飞行器嘛，所以伊的太阳的时间会较长啊，敢那2小时以上。蓝色起源伊是用火箭，伊是从地面去到太空，所以伊的时间干那10分钟量。看那个太空的那个环境啊，就是蓝色起源伊的景色，它的景色，它的窗户比较是世界大的窗户。
所以伊看地球的方式甲微整合是无共款。两只太空船坐人数那厝嘛无啥共吼，微整合是有去到派来有驾驶员，可是迄个贝佐斯伊的蓝色起源哦，完全是家己主动驾驶的嘛。蓝色起源的话，他们是透过火箭的方式，飞到太空上去，所以，他们整个那个飞行的时间比较长。那他降落的时候也是透过降落伞的方式降落下来。那他在搭乘的太空舱的飞机，躺在座椅上啊，不会去太空。那些微整合的话，他们是坐在椅子上的方式，这一个。在椅子上，然后飞到太空上去。所以咱知影讲，既然要发展商业的太空旅行哦，真高深的消费者已经会比较哦。啊，你个人是感觉对安全佮飞行的时间，就是咱一般讲的 CP 值哦。你感觉对一间公司较悬，还是你选哦？你想要参加对一个行程？啊，那是我来讲的，我是两个都很喜欢啊，因为。体验的感觉就是无同款，一个是敢若飞人机，啊，体验时间足长，啊，一个是真正的飞机去飞去太空。虽然飞机的时间足短，但是看的那个景色啊，体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蓝色起源它的飞行的过程啊，跟降落这个都很像火箭的那种真正飞上太空的感觉。啊，那是飞人机的，敢那是咧坐飞人机，个也体验时间是足长。贝佐斯昨嘛有讲哦，目前咱是起源哦，已经卖出1亿美金的太空船票哦，今年嘛拍算搁要飞两撮。其实咱知影讲，即马除了上太空哦，敢是未来嘛有其他星球的行程，咱会当来选择的。这嘛是趣味的，啊，就是有一个公司是Elon Musk SpaceX， 就是特斯拉电动车的迄个头家，伊嘛是有一个太空公司 SpaceX， 伊嘛是有计划是要想要去太空旅行，啊，有一个计划是就是要去月球，去月球那边设定，佮转来地球，啊，整个时间是。差不多到三天，啊，这个计划呢是差不多预计在两天到三天以后，对。所以咱两三天以后，冇可能会当去月球哦。顶一届咱冇访问讲，有访问到吴宗宪教授哦，伊讲咱台湾要家己来发展太空旅行，嘛唔是冇可能。咱国内哦，目前正在火箭研究中心家己做的火箭，敢是已经有差不多同款的技术。敢是讲阿苏有贝佐斯，还是布兰森这种好野人来支持，咱台湾冇机会，才为咱台湾的土地顶头飞上太空嘞。啊，其实台湾是足厉害啦，台湾的航空公司嘛是足厉害，所以咱台湾嘛有咱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嘛是做混合式火箭，啊加微整银河也。飞行机的飞机的引擎是同款的，所以咱有飞机火箭引擎，咱有较好的航空公司，所以会使合作，会使做一个太空飞行机啊，从咱的机场然后飞到太空去。咱遮感谢细心吼，咱遮尼精彩的小解，咱嘛问嘛讲有一天，咱咪当为咱家己的土地飞上太空哦，咱来看咱生活这真美丽的地球。再来，咱再来看，对五月底开始哦，有400多位来自南亚甲北非的移民，伫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绝食抗议。这移民哦，因为疫情失业，嘛因为因无身份，政府纾困是无因的份哦，因走投无路，盲讲用绝食抗议来表达因的诉求。在广东内面都真侪抗议者，看起来真忝。有一个人，一个别人吵，才发到站起来。发生伫比利时这场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58天。
真侪人的身体已经挡袂牢，由医护人员到三工装呼吸器，送去病院治疗。Ik heb eigenlijk een diploma van elektromechaniek, maar dat ben ik illegaal, dat kan ik werken met, maar ik doe soms hier, soms daar. 为了想要留伫咧比利时摕到合法的身份，450位来自摩洛哥加阿尔及利亚无证的移民。自五月底开始，分别伫咧首都布鲁塞尔的两间大厦、甲市中心的教堂开始实施抗议，希望政府会当听到因的声音。Dat is volgens onze artsen na zoveel dagen hongerstaken enorm gevaarlijk, en dus dat kan dan eigenlijk wil het zeggen als een dorststaker niet tijdig een ambulance belt om gehospitaliseerd te worden, dat overlijden eigenlijk imminent. 即款无证的移民主要是为着要逃离战火，申请难民的身份，寻求庇护。严格因为法律的手续真麻烦，所以无法度摕到身份，因此无法度享受到同款的公民权。受到疫情的冲击，真侪人无头路，也无法度得到纾困的补助，才决定要开始实施抗议。Er zijn maar een zwart circuit, terwijl in feite die mensen, als je dan regulariseert en ze brengt in menswaardige omstandigheden, geen huisjesmelker meer zullen hebben, zullen bijdragen tot onze sociale zekerheid enzovoort, zullen bepaalde knelpuntberoepen invullen, etc. 在经历过2016年的恐怖攻击了，比利时国内出现反对移民的声音。在去年新组成的联合政府对移民政策也无定调，严格目前也已经表示，未因为实施抗议就予无证的移民合法的身份。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来看中国河南气候反常，下大雨，做大酒。做大水哦，伫郑州半晚放起，海水倒灌就冲入水，冲入去集温，真侪民众是被关伫集温内底哦。当地政府出动28,000+的救援的队伍，70多万人来救援台面。强降雨，雨山顶的水龟下来，丁峰市林头村20几位村民无法到来，救援人员要去救。大家正在想方设法能够接近河对岸的被困人员。经过6点钟，甲人救出。气象有报讲，河南的黄河以北、郑州、洛阳等真侪所在，可能还阁有特大暴雨。灾情上严重的郑州，水冲入去地铁，民众掉伫咧车厢内底，车路变作串流的溪流，还阁看到有人被水冲走。河南省出动28,000+救援队，70多万人拢戒备。其中一辆幼儿园校车也被困积水中，车上有多名儿童。消防人员当即下水救援，最终将校车推至安全路段。河南省31座大中型的水库拢超过警戒水位，有一挂河段真危险。指挥中心宣布，20:00开始警戒升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柠檬礁群也真危险，少林寺被迫关闭。郑州市政府讲，这边的极端降雨是百年来罕见。根据官方的资料，郑州一直到21:05、24点前久的降雨量457.5毫米，可能是4点到5点，1点前久来就落207.9毫米的雨。单日的降雨，每点钟的降雨量，拢创历史以来纪录。降雨的强度也是历史罕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过来消息，受到中度风台烟花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早起就开始落雨。气象局表示，风台路线有淡薄往北。拜五、拜六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哦，今仔暗时应该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目前风台阁继续的增强。一阵啊一阵大海涌的侵袭，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花莲渔港东边半山、七星潭这所在，海涌比平时啊搁较大，2米高的长涌，一个刷一个一直过来。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目前伫琉球南方海面，未来以每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西东西南西方向慢慢啊刷叮当，也毋过比前一天啊路线有小可偏北。气象局是讲，这是因为伫个日本附近的太平洋高压减弱引起的。礼拜五到礼拜六会上挖进台湾。我们预估今天的海警可能发布的时间已经落到今天的晚上这段时间。那至于陆警的话，我们可能要在明天的晚上或下午的时候才有机会发布。整体的陆警可能涵盖的范围在比较偏北台湾的部分，包含像东北部地区或北部地区。因为目前海温有利烟花风台发展，风台持续增强，气象局表示有可能达到中度风台上强的等级。只不过有气象专家是分析讲，风台中心停留的机会无大，预测暴风区是用 A 轨方式扫过北部沿海。这样子可能是往这个台湾修一点点，或者再往西北多一点点，这个还会有点变化的空间。但是说要突然这个。
风险气象公司指出，礼拜三暗时开始到拜四，北台湾落雨会愈来愈接阁明显。礼拜五、礼拜六，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地区会有局部性大水雨等级的雨量。只是到底烟花的路线是不是阁有变化，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这两日高雄落大雨，洪山有几个里哦，这两天拢淹水。里长是真怨叹，讲一直向市政府来反映，讲要改善排水的系统，也毋过同款是一落大雨就淹水。市政府嘛讲哦，这两天洪山一家滚下雨落了上过大了，未付排水。市政府嘛一定要规划改善的工程，民众买当来申请冻水的水门。现在这场雨没有很大，可是。金武路一样又淹水了。这是高雄的金武路，无上大雨，就水沙拢退袂去。八门里的里长贾秀霞讲，一条宽十六米的街路，排水沟仅仅十五公分到二十公分，是真够淹水。洪山公路和丁青路的路口嘛同款，雨落无二十分钟，街面的水已经淹掉半个车轮，甚至淹入去邻家厝。因安尼，中基里瓦近洪山行政中心的老阿厝，就算透早出日，也先把水闸放落来才好好。下大雨，好雨初一十五，只要涨潮就一定淹了。民众讲，二十冬来淹水的状况拢无改善，只要熊熊下大雨就淹水，也害里长和人民加臭头。七九又来了，昨天七二零也又来了。那么，是不是说，是到底是没有办法解决，还是消极性的解决，还是怎样？那是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分中期？短期、中期、长期下去做一个改善。李长是真无奈，伊讲当地排水系统拢是三四十当前的标准，用一点钟七十毫米的雨量去设计。不过最近气候极端，有当地啊一声就落超过七十毫米，伊就有向市府反映，不过也是拢无回应。这部分我们会针对凤山地区整个集水区，我们会来做一个检讨，看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分区改善。市府表示，这两日因为一声落伤济雨，海排水系统一时间无法度承担再来引水，即马已经在规划洪山排水系统的改善工程，也协助民众申请水闸。不过洪灾已经近化，排水系统真歹水改善，只有是先用水闸勉强渡过落雨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俄文中华代表团因为候选手坐经济舱哦，唔那总统会席的行政长苏贞昌嘛已经会席的三届了。张体育署长嘛是直强调讲，伊会负责任。教育部嘛提出公文来表示讲，一开始是规划选手坐商务舱，也唔过因为疫情才改做包机。苏贞昌早起搁再强调讲，等待俄文结束了后，会来追究责任。当家奥运中华代表团因为选手坐经济舱、官员坐商务舱引起风波，行政长苏贞昌二十四点钟内三遍向选手来回信的。体育署长张少熙搁伫二十传出请示的消息，张少熙用录音档来证实，已经伫第一时间向教育部长潘文忠提出辞呈，强调该负的责任会负责。奥运比赛结束了后，我乃会深入全面检讨，造成选手期待的落差。及社会的纷扰，我深感歉意，并于昨日第一时间已经向潘部长提出辞呈。身为体育署署长，照顾好选手是我的责任，该负责的我绝对不会逃避。对飞机座位安排，教育部二十暗时啊，我那发布声明，各附两份公文，证明体育署捌发函中华奥会规划选手坐商务舱，按过因为疫情后来改做包机，要说明，若做因为个人的需求无法度坐专机，也当该选择坐其他批次的班机商务舱前往。行政院长苏贞昌二十一再一次批评官员客入去商务舱，安尼真唔对，一定会追究责任。尤其最不该的是官员来挤进商务舱，这很不对。过去没有做好的这件事情，回来啊，等赛事过后，哎，一定会查明就责。苏贞昌讲，行政院一定会查明相关的责任。也是体育署长张少熙请示，伊表示，即马上阶段的就是伫比赛期间，予因上好的照顾，予选手做上好的支援，予选手为国比赛得到上佳好的成绩，这才是个人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疾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十来本土病例，有九个境外病例，有五个人死亡哦。今仔日台北有九例，新北市有两例，桃园有五例哦。目前只剩这三个县市各有病例。咱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有15478例。要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已经淡薄解封哦，就开始放冷哦。咱个来看，为了鼓励传统市场，所谓转型，台北市政府是编4200万的预算，要来补助摊商。今仔市长嘛去市场来关心这个摊商，嘛来听因的心声。接到订单，台北市长郭文哲担任一工理会员，伫光复市场内底一单一单比会，整理好装入袋仔了后，交予外送员。在疫情的情况下，为了减少群聚感染，推广传统市场数位转型，市政府甲物流外送平台业者合作，提供远距离线顶落单外送服务。有税制登记的人，每一单每个月补助50%的外送服务费，上济是1万；无税制登记的，我有补助25%的外送服务费，上济是5000元。市政府要投入4200万来补助6个月，按各家的单商看法拢无同。摊商也不用额外另外准备什么，他就以我们现状的产品直接去做宅配，那摊商只要备货给他们就可以，所以摊商说很省事，因为他也不用再去做网络的编辑、网络的操作。他买我的东西习惯了，结果他今天不知道他下了单，结果我备给他的东西跟平常不一样，品质又不好，那我不是把我自己招牌给砸了吗？你顶尖补助再多给我，我觉得我也划不来。习惯传统市场买物件的消费者，大部分是要无到接受线顶落单的新的买物件方式。我喜欢自己看到的哦，就是拿回来不见得是我们买的，就看到东西。那平台那个有时候看跟我们200块的不太一样。已经去做补贴，就是把这补贴的钱来做产业转型的钱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补助他外送的禁运6个月，电商物流转不过去，你一定要传统作业。那只要疫情一直存在，那个人流要下降，你生意一定不好的。后疫情时代，市政府加强管理人流济个复杂的传统市场，伊原来规划21位公有市场、8位夜市啊，加外送平台合作，积极来协助传统市场来转型。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以后，管制可能会降级。台中市政府要求百货公司、卖场、阁有市场，今仔开始拢爱比较夜市啊，说社交距离宣导员来向民众宣导防疫的规定。因为宣导员哦，无法度强制也要求民众，若是民众无要配合，得当来请警察处理。防疫期间，我们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手提标语，拿一个风扇头，沿路宣导防疫规范。台中市的传统市场，从21号开始，拢爱有社交距离宣导员这号人物。啊，你都该教吼，阿姨都会听嘛，听劝导。啊，你没有听，以前都习惯这样聚在一起。咱住伫这内底，有诶拢听无到外口诶消息啦。啊，伊来甲咱宣导，增加咱诶知识，互咱知影搁较侪代志，来去甲政府配合吧。社交距离宣导员上早是13号未解封，市府要求夜市自治会要设置，因为效果未歹。现在扩大要求百货公司、大型卖场、市场也拢要比较办理。但是问题是宣导员无公权力，拄到民众无配合，只会当用口劝的。有较歹劝导的吼，啊，我就直接联络台城派出所的警员。哦，来个沟通。目前针对民众端是没有法则啊，那我们可以是建议说，就是通报警察这边来协助这方面的一个处理。来市场都怕被传染啊，所以每个人基本上保持都是3公尺以上啊。因为客人一来买了，他们都要选特定的东西，买了马上就走。摊商普遍反映民众防疫的意识真高，超工要来违反防疫规定的状况真罕见。重点是市场的领导无够较早的一声。大家的社交距离是主动维持超过3公尺以上。大家颠倒欢乐的是，往日的好景会当回来无？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主席基金会买500万档 BNT 疫苗，关乎政府早起有好消息。主席宣布讲，已经甲代理商上海复兴公司完成签约，早起10点嘛甲政府完成关键的契约，目标是希望会当甲鸿海台积电买疫苗，同一时间进货。
行政院在下晡的记者会发言人罗秉成嘛，讲到讲注射疫苗专案有500万剂，会甲台积电、鸿海拢总1500万剂，由疾管署并案向食药署申请 EUA 专案输入许可。这项申请卖甲12岁到18岁民众列入注疫苗的对象。总统蔡英文嘛表示感谢，伊讲这是政府甲民间做伙为台湾来争取疫苗。再来看日本拢总生产300多万剂的 A C 疫苗，台南市长黄伟哲之前有讲哦，大台南的日本人甲日本侨胞会当先注。也毋过，数一个过去日本回国探亲的日侨，因为注未到疫苗，真生气。也毋过，市政府是讲哦，因为这民众并无台湾的居留证，所以伊无资格通注射。这个日本给我们疫苗，很开心，很感谢。那但是也能够照顾到日本的人啊，这也是表示民间友善的一个象征。台南市长黄伟哲多只伫镜头里讲，伫台南的日侨会当优先注疫苗。不过最近数一个过去日本的台湾人，回来台湾探亲煞无通去注，相关单位阁一直烧下体。回即个讲，台南市长黄伟哲只是讲讲的念念。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议会透早咨询黄伟哲，伊是表示讲，这个民众无下资格。即摆去投诉的这个人是本身是台湾人，去嫁予日本人，啊日本籍，啊然后呢，伊来台湾探亲，来台南探亲，啊伊无台湾的居留，无台湾的居留证，伊无台湾的居留证，就是无符合迄个资格。日本顶个月送台湾124万剂的 A Z 疫苗，台南的侨胞优先注射煞逼出争议。台南市的卫生局是讲，已经透过日侨伫咧台湾的代表做名单，统计有700多人，其中有意愿要注射的有108人，目前已经有76个人注完啦。大有意愿的108人，我们已经完成76人的施打。那当初的承诺就是给居住在台南的一个有居留证的长期居住的日本人日侨优先施打为主。住伫台南10多栋的日本人，嘛出面替市府背花，讲市府唔拿注疫苗，搁到纾困，疫苗应该先予有需要的人先注，尤其是咧疫情期间，大家拢真辛苦，应该爱互相体谅。我的会员们都觉得，让需要的人先施打，大家非常非常努力辛苦，没有休假，没有休息，所以我希望，不要批评的说话。台南市府强调讲，申诉个案目前的身份就是来台湾旅游的外国人，资格无合，实在无法度予伊注疫苗，嘛毋忘市长的好意，毋通去予外界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本土语言消失了真紧，文化部长李英德嘛讲哦，挑战确实是愈来愈大。文化部、教育部、客委会、甲文明会今仔宣布讲，四个部门要合作来召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望讲大家做伙来找出办法，让国内每一个族群的民众拢有学习母语、使用母语的环境。文化部、教育部、客委会甲原住民族委员会代表做伙伫个市政会议的市堂顶馆宣传国家语言发展法会议正式开始。文化部长李英哲讲，本土语言虽然已经有较到达的法制来保护，不过要面对的挑战还是真大。在整个社会这个大概那个发展的大趋势下呢，其实对于本土语言这个流失啊，这个还是。虽然有完整的法治，虽然大家都很努力，但是呢，还是无法避免，所以我们需要的面对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2016年的8月7日，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跟原住民会议，在一年来通过原住民语言发展法，再来原住民语言发展法跟国家语言发展法，今后来完成立法。政府有应讲会来投入更加侪资源，确保国内各族群的朋友拢有学习母语、使用母语的环境。透过这个政策的这个咨询、政策的讨论啊，来推行，并且来扩充我们国家语言的能量。那这一次国家语言的会议、发展会议是第一次。头一场线顶论坛，从7月31日开始到8月底，拢总有8场会线咧进行。透过全面的参与和讨论，会集民意，找到共识，提出国家语言未来具体会当行的政策方向，要让不同族群的语言和手语这个乡路乡会当永续和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动部统计，因为前1809年的毕业生就业率是比前两档减少一成。
有立委呼吁政府应该提出相关的配套办法来斗相共这少年人哦。学者嘛鼓励少年人，讲目前伫制作业、数位产业嘛是阁真欠卡手哦。伊讲少年人嘛是应该爱出来找头路。国考或是要出国念书，因为疫情被 delay 的，他们可能找的就只是基本的打工，在台北租房子，那加上伙食费等等，这段时间其实真的只能吃老本。去年毕业，今年拄只体外的所当下，讲到伊离开学校了，找头路的困难。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真侪行业，除了失业人数增加以外，也影响到这阵拄只自学校毕业未正式职场的新鲜人，那是头路歹势。对查甫囡仔来讲，一个兵役的环境也考虑。光是在等这个兵役，也很难去找一份实薪的工作。目前的这个纾困来看，这段时间我好像没有任何符合资格的。毕业就失业的担心，在疫情爆发的这两年，差不多变成少年世代沉重的压力。劳动部统计，2009年的毕业生就业率比2008加2007年减少一成以上。民总统的立委柯承焕开记者会指出，今年疫情的样态甲去年无啥共款。电力员工的资料也显示，少年族群较介意的类似型服务业，一个补教、房中等块，今年相对来讲较少，竞争也较侪。餐饮业啦，甚至这个补教业的一个部分，还有这个观光休旅业这个部分，过往这个毕业生比较向往的一个职缺，可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它的职缺数比五月份大概减少了20%到30%哦。所以劳动参与率下降，代表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觉得自己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的工作可能不理想，所以他根本就不出来找工作。政府所建构基本上就没办法达到。阿家公除了失业以外，一个稳重性的因素，就像是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表示有一挂人并无积极在找工作。算是稳重性的失业，希望相关单位要注意政策宣导的公道，是不是能接触更加侪少年人，同时也鼓励少年世代尽量找头路。譬如讲，伫咧制造加数位等领域，就业市场也有真侪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方便你是上班的民众会当注意红霞，嘉义县目前是设35个暗时注射站哦。嘉义县是要拼一天至少注10,000剂的疫苗。伊是上班的民众，下班了来到暗时做疫苗的接种站，都感觉真方便。很好啊，因为我们上班的只有5点以后才有空啊，嘿，啊这个时间刚好啊。我嘛是顾囡啊，顾到即马，啊，阮新妇下班我就当来啊。嘉义县19开始，伫全县18乡镇开办暗时做预防下的服务。县长表示，希望七月底会当达成中央要求25%的注射率，让大家在整个登记的时候啊。那挑施打地点，那有更多的方便性，按照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哈啊，大家可以去做挑选，所以当时就特别设计，那开放了35个夜间施打点。打完刚好回家休息，就是刚好到明天早上又可以去上班。目前嘉义县已经注意红霞人口比例21.5%，全县35场也敢注射，佮加上二是注射数量，暗算一天上侪当做10,000剂，卫生局呼吁民众。现在政府有开放18至50岁的人预约注射，请民众爱记得预约。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八大行业嘛关门2个月了，有掠令的店家哦，嘛是目前阁未当营业。台东县都有掠令的业者，正怨叹讲，伊开100,000买防疫消毒的设备哦，要唔过嘛是无法度做生意，望政府会当赶紧来放伊一条生路。台东区这间料亭店，在疫情爆发的时阵，头家就开10,000，在门口安自动会当喷酒精的门，脚底料亭区嘛有安透明的隔板，规划做一格一格半开放式料亭铁椅，而且嘛有要喷酒精的，人客若转去了后，会全部做消毒，把所有会当防疫的工课做好好。不过为了配合政府防疫，八大行业都要暂停营业，这防疫设备根本就用不着，连店内16个掠令师傅，即马嘛暂时无收入，头家申请政府纾困的补助，即马嘛还未拨落来，所以无法度发薪水给掠令师傅，而且有的掠令师傅还阁是单亲的家庭，生活是真歹过。先借钱，跟银行借。原则上因为没有收入，那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对，那也没有办法说，因为现在。外面的景气也都不好，你根本也没有办法去外面做其他的工作。台东县有20多间合法登记的掠令店，有100多个掠令师傅，不过却常立在八大行业内底。
业者认为讲，第一笔甲封了后，健身房、电影院等等的室内场所拢会当营业，是安怎因袂当列做有条件营业的对象呢？业者希望讲，即马疫情有较等好，政府都爱考虑到因的生活，定出合理的办法，让业者甲掠灯师傅拢会当生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爱心企业甲团体伫台北网加40间店家哦，每一间来提供500份的太阳餐，要来帮助需要的弱势民众，嘛帮助在地店家。这次疫情当中，每个店家后面都有好几个家庭要照顾。那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大家受害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希望说，有这次的这个一举能够让我们大家商家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当中能够恢复到以往正常的生活。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早起嘛表示讲，市政府嘛已经提出网加转型计划，已经改善地开始来推动。另外，因为疫情，延后的台北灯节嘛在12月17日会伫网加来举行，嘛望讲会当来振兴在地产业。最近对于社会团体来讲哦，会使讲是无比艰难月。中华家庭互助中心哦，放伫店家爱心来生钱的桶哦，红头退去。中心讲哦，最近两冬是胖见世界，伊嘛讲伫疫情期间，大拢真歹过，不快嘛变较少。监视器的画面，摄到这个单休困了后，有一个人影在单位加病遐笑，原来是要偷摕这个单，人客咧关钱的钱盒仔。头家第二天要去做生意，发现真无简单，无着爱心捐款，全部拢红头摕了了。大概已经有八分满，最后大概也有2000-3000块左右。之后这些钱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家埔的弱势孩童。在中华河美卖番薯球的番啊，这个月16日发现无款的阿爸去用破坏，内底2-3000块的善款拢去用偷摕去。头家讲，这个阿爸平常时也会放伫柜台顶关，收单的时阵会放伫柜啊内底，想袂到煞去用偷摕去。中华家扶中心表示，这已经是两年来第四次去用偷摕，而且爆出疫情了后是更加常发生。现在到一些店家里面去看，几乎也没有多少。这两个月，因为店家很多都暂时休业。家扶中心表示，经疫情发生了后，整体经营的情形是更加困难。大型募款的活动未当举办以外，三级警戒以来，民众去店头消费的机会变较少，嘛有捐款减真多。以台中家扶中心来讲，甲去年同期来比，资金至少是减一成。无法有更多外展的服务。那原本有一些外展的服务，或是有一些原本我们设定的一些，比如说大型的一个，比如说像跳蚤市场、寒冬送暖，其实就受到影响。台中家扶中心表示，因为捐款的人年龄层大部分是集中伫50岁至70岁，不过因为疫情的期间较少出门，募款的机会嘛减真多，所以资金欠缺的情形是真严重。除了加强线顶捐款，因即马干来会当喙齿紧加咧，希望会当度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每一冬大约有6万栋回收烧出来的塑胶粒仔哦，以前拢是免费来提供，也毋过对明年开始哦，特别用卖。环保局嘛讲哦，嘛已经有5间厂商来投标了。粪扫车甲粪扫倒入焚化炉，粪扫烧了后所产生的炉尾底泡差不多占15%。明年1月开始，桃园观音会坐厂处理粪扫烧了后的炉尾底泡所产生的焚化再生料料，未阁免钱提供给业者使用，改采标售，表明材料本身的经济价值，也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精神。不仅可以提供作为天然砂石的一个替代材料。那同时呢，我们每一年产生6万吨的再生力量呢，可以为市府呢创造出每年有300万元的一个收入。桃园是全国唯一采用使用者付费提供焚化再生料料的县市。环保局表示，符合环保规范的再生料料会当应用在工程废铁材料，已经有得到5间在地的红毛土、南麻矿业者投标参与。这些无机的力料跟矿石呢，刚好可以作为这个我们工程的材料。那尤其是在我们在做管沟回填的时候呢，可以跟水泥混拌在一起，当作它的低强度的回填材料使用。我混拌完了以后，我那个强度增加2到3倍啊，它快速减水，施工速度变快，碳排放减少30%。
学者也表示，桃园的焚化再生燃料成分含有20%以上氧化钙，经过示范工程验证，包括会当降低工程成本、加速工期、减少碳排放量比30%较大，是真有价值的工程材料。记者综合报道。当个接近台湾的烟花风台，因为路线甲十二当前造成正严重灾情的莫拉克风台正相共，予大家正紧张。有立委阁反环的早起就批评讲，政府的推动农业场地合法甲一寡开发案，是拢正无友善环境哦。因要求政府该公开地区的水保计划，予全民来监督。烟花风台升级做中度风台，而且渐渐向台湾扫过来。目前预告的路线显示，是类似十二年前对台湾造成重大危害的莫拉克风台，两天内落一年份的雨量，山坡地记载袂调，造成严重的水崩山。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日益质疑讲，中央无咧要以山坡地开发的问题，加上地方政府执法无够严格，影响到山坡地甲河川等等高风险区域的稳定度。别的国家怎么在保护农地，怎么在保护山林的？我们现在到处农地都是违法工厂，都是污染工厂，造成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我们难道是这么野蛮的国家吗？当初核准让厂商在山顶开挖，把山顶整个挖秃要盖光电，这些官员和现在负责官员，你要不要台风天的时候去住一下玉泉村看一下呢？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在屏东枋寮的石头营是二层的位置，最近进行耕田开发的工程。官团指出，石头营100公顷左右的山地已经被政府核准撮树啊种田，破坏地形，铺设耕田棒。不过，在山脚200公尺的玉山村，有住600个人，这些村民是感觉真惊吓，现在面临着风台就要来啊，烦恼讲会变作第二个小林村。官团嘛质疑讲，政府无公开水土保持的计划，是破坏生态凶手之一。土地都可以任人家去露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错乱的做法。我们也请地方政府去请教那个去洽询议员同不同意公开啊，那议员是说除非有紧急避难或者其他需要的话，他会同意公开哈。政府推动露营场合法化，交通部会修法，开放1公顷以下拢无林地，全面开放予露营来使用，去予看作是开后尾门就地合法。已经违规的人会当申请辅导合法。针对这点，宽团强调讲，违法的人应该要随停业，而且审核的条件应该要闪开农林、山坡地、甲水路等等敏感的条件。针对这点，观光局回应讲，目前的法规是还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一礼拜五，东京奥运特别开幕。东京哦，最近一日拢有上千人胃疾病，嘛传出讲选手喘哦，某一挂选手嘛胃疾病。日本政府对选手、工作人员跟媒体其实拢有真严格防疫规定，咱做回来了解。从国际机场来看，影店面差不多拢关起来。新冠肺炎影响以来，民众入出国限制真多，人数减少，各国也是持续严守边境。日本因为举办东京奥运，国门大开，采用专案的方式，免掉参与者14天的居家检疫。到底要安怎确保疫情是会使控制的？日本政府提出高强度的检测，要做2次的 PCR。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所以可能他们政策是要在更新，对，这样也比较谨慎，对。所以是日本现在应该就他们那边是最严的，就他们那边规定的啦。严格检测会进行到入境日本了后14天，算的入境前两届，入境的时阵爱验，入境了后连续3天爱验，了后媒体记者每4天验一届，满14天各验一届，20天内拢总检测交界。公卫学者陈秀熙是讲，感染的人差不多有4天左右的症头前期，若做会当在这个时阵列出阳性，对当阻止病毒传开。若做主办方一旦严格落实检测，参与者我乃当老实配合，用正确方式采样，这种的密集检测的方式，合理来讲是一旦及时列出感染者。根据我们算的几乎100%，因为如果他每3天测一次的话，他几乎是100%可以染起来。疫苗有些时候抵挡不住第二套病毒。日本原来要求参与者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禁止进入社区。不过，根据公司记者伫东京观察，接送外国媒体的防疫专车驾驶，除了隔板、嘴安，并无特别挂防护镜，也是穿防护衣。伫媒体中心，原来当看到记者嘴安摕落来，甲同业开讲，也是工作。外国媒体所住的旅馆，原来有日本人伫住。
严格的防疫措施密集的采检，在执行面恐惊无法度做甲正周至，这样让同学是不是当安全举办，真受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咱讲一个好厝边较好三个亲情哦，除了厝边，其实咱人上好的朋友狗仔嘛，也会当交代志咯。伫日本古早开始，就有社区会互狗仔来陪伴囡仔上下课，嘛是算伫社区内底巡巡看看。咱嘛做伙来看卖。这群狗仔颔棍顶悬的官暗写讲，阮会当帮助社区减少犯罪。虽然是细只狗仔，不过因逐工陪伴小主人去读册，正好鼻塞，佮加上有动物特有的本领，小主人正有安全感，家长嘛放心。那个帰りとか、一人で帰ってるとなんか怖いなとか思うけど。ワンワンパトロールでと、なんか大丈夫だなと思います。ワンワン巡逻队差不多有150只狗仔队员，大家经过社区嘛顺续巡逻。伫个狗仔顶悬拢有挂挂鞍，对远远就会当看到这个队伍甲人无同。大家嘛因为行固定的路线，较会去发现到社区倒位有无对档。こうずっと一人暮らしのお宅が朝になっても電気がつけっぱなしで。とかっていう一人暮らしの方が、まあ、亡くなってたりするのを見つけたっていうメンバーもいますし、安心して安全なね学校生活またはそういう環境が作られ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学校長としても大変ありがたく思っています。这个是日本上个古早的社区守护行动之一，防工作是乌山计划，这是当地一个警官成立的，狗仔主人大部分是在地学生家长。不过这个队伍也发生过不幸，顶个月在东京有一个饮酒赛车的人去弄到狗仔大队，两个学生无命。就算说是这样，囡仔也是感觉说和狗仔做伙去读书真趣味，有大型的天物来守护，也可以学到和动物的交流和智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天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也是雷公雨。东北部、中南部地区嘛，拢有机会会落雨。另外，山区的雨水哦会较高哦，一阵一阵来，民众都爱特别注意安全。下半部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高34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高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司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播3点，咱再会。Thank you.